字，你认识吗？啊，象形字，我国古代有很多象形字。你看，水，咦，动起来了。对对，你再看，小鸟，像。对，哎，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呢？嗯，一个长鼻子，四条腿。对了，咱们的祖先啊，就是这样创造了象形文字。这像什么？草，我来写。好了，来，这个像不像农民伯伯种的田呢？真像啊。这个字念竹，竹笋的竹。哦，这是马夫。孩子，嗯，我们用象形字来编个故事好吗？好啊。是啊，可是没有船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刀。哎，哎，船。不对，念舟。古时候船叫舟。这就对了。云，哎呀，下雨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瞧，哈哈，伞，这下好了。救他吧！石啊，多亏有这块大石头。
那就火，哎，太好了，哦，好啊，咦，龟，好大的龟呀，哎，咦咦咦咦咦咦咦，猪，真棒，有危险啊！鹿，石就是猪，走就是老人，虎，大老虎。哎呀，快救救老人！好，用弓箭。啪！好，老虎打死了。房子，这个字念舍。哦。谢谢。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不用，谢谢你收下吧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哦，小老虎在哭呢。那把它也带上吧。好。沉的，不能一起走了。就是啊。那羊要吃花，虎呢要吃羊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嗯，虎不吃花，那先把羊运过去吧。好啊。累的，要是把花插在草帽上，运两次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哎，该回家了。嗯，对。马、夫、花、羊、虎、象、鹿、石、鸟。门，哦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哦哦哦哦，这念犬就是狗。子，哦，这才是我爸爸，爸爸。女就是妈妈。好，我们的故事讲完了。诶，爸爸，这个故事应该叫《马夫历险记》。傻孩子，我是让你认字的。中国古代的象形字还有很多很多，刚才那些字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36个字。